好，咱们这个界面上一节课咱们是写完了，对不对？然后把它提交到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到 insert 里边？所以这里边咱们直接就可以创建一个 P 作为产品 D 加上 product， 是不是这样？像这个语句这里边需要用，这里边是不是也需要用啊？这里边也需要用，你可以建一下就行了，对不对？这里边也需要用，对吧？最好每一个里边写一个，不要说做过多少行写，咱说过这个原因了吧，这可以单独控制，因为整个下来只要用框架肯定是一次连接的，对吧？只不过多写一下代码而已。然后这里边如果 $P 里边 insert 插入成功，我们就直接调用 $P，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阿贾克斯做一些提示之类的，那些特效什么都可以随意的加嘛。然后这 success 成功的话就写上添加成功，然后成功一般一秒钟就可以了吧，到这块，否则的话咱们写上添加失败，这次里边 error 添加失败，然后三秒钟来个提示，对不对？然后失败的话再回到 ADD， 是不是就完了？添加模块就控制器，是不是就这个流程啊？然后同样的添加界面写完了之后，然后咱们就可以写列表界面了吧，对吧？咱说后期再加分页吧，先把这个拿过来 P 来个数据，直接这样就行了。这次里边的 ASI 金如果只分配一次的话，直接数据 DAT 这里边 $P 里边 SERCT 是不是查找啊，对不对？那你默认可以来一个新商品倒序排序嘛，对不对？ Order ID DSC 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这里边再来一个，这次里边 Display 是不是显示啊？这位咱还需要做一个列表界面，对吧？列表界面在这个产品里边是不是这个 Index 的，这里边加上 table 表格斜杠 table， 前边得先加上include file 等于public 下边的 header.tpl， 对吧？然后下边再加一个 footer 的这个，然后这里边表格这个其他的不用写，caption h1 写个 h1， 写个咱们那个是用 h2 对不对，都一样，用上 h2 吧。然后商品列表商品列表，然后这里边来一个 tr 写上 tr 里边 tdth 做那个区分开写上 th，然后第一个是那个全操作那个，对不对？加个这个，然后只放最关心的几个字段，商品名称，商品价格，对吧？商品数量，然后商品上架时间，加这几个就可以了吧？其他的咱们不需要，对不对？然后其他的比如说你在需要的话你再加，比如说商品图片什么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在看商品详细的时候把它怎么的加上，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是加上一个操作，这么几个字段就行了吧。然后咱们在这块一俩仨四这几个值，所以在咱们这块全取的时候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全取出来，加一个 field 取出来，只要商品的 id name价钱数量还有什么 ptime， 是不是要这几个？
那添加的时候，这里边咱别忘了把时间加进去，大众下划线 post 里边加一个 ptime 等于 time， 是不是时间就加进去了？对吧？这块又取出来了，然后这块用 section sec 添 section 斜杠 sec 添 section， 如果你想加个否则的话也可以吧，对不对？ sec 添 erc 否则这里边 tr 斜杠 tr td 斜杠 td， 这里边是cur 上面一共几列？六列。然后这是没有商品存在，就是你写什么都行，对不对？然后这里边循环一次一个 tr， 然后这里边咱得循环了吧？ loop 等于 date， 然后名字必须得有吧？ ls 啊，对， dollar for date， 然后这里边一列一列写，对不对？ td 斜杠 td， 第一个应该是谁啊？ input。第一个不是全选反选全部选那个东西吗？就是批量操作的东西，对吧？这里边假如说 checkbox 名字等于，比如说 id 中号复数的吧 ，video 值等于 $dat 中括号 ls 里边点 id， 是不是这样？互相化就可以了。然后再写个 td 斜杠 td。这里边 dollar for dat 中括号 ls 点前面怎么多了个这个，对吧？然后这块 id 咱们做实验你可以加，有的你可以不加，对不对？然后名字跟上面对应啊，别写错了。然后价格PIC， 然后数量数量 NUM， 然后时间 PTIME， 加上这个格式化那个，找一下，那个太长不好记，对不对？保留变量里边我记得直接好像有一个这个格式，对不对？ date for 这个，对吧？然后在这块加上这个，然后你这块不想加十分秒，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再来一个什么操作吧？这块一个是修改，假如说一个是删除，当然你可以有其他的操作，对不对？比如说下架之类的，你想加什么就根据你的需求去定。那好，咱们现在这些有了，开始添加产品了吧？添加商品，然后商品名称就随便写。价格现在没验证，你写什么都行，对不对？添加，添加成功，是不是有一个了？后边好像少一列的，少个什么啊 ？th 斜杠 th， 少个什么编号？好，再添加商品，好了吧？当然这块这个宽度你可以怎么的？你可以给个宽度，如果在那个里边可以直接用样式吧？比如说用那个 class 类，对不对？宽度比如说90%，对吧？是不是90的宽？然后你这 td 这个是不是都可以给样式啊 ？td th 都可以单独去给样式，像这样。比如说 th bck 加上那背景颜色井号，比如说随便给一个，当然用背景图片是不是更好一些啊？字体颜色比如说 whit 白色，你这样的话刷新一下，因为样式文件你得刷新才能怎么的，才能加载一下，对不对？哎，我总感觉它像没加上似的呢，但是颜色它应该是白色呀。哎，
一加上。但是你别的都加过来了，这些东西他都加过来了，这都没加上，看哪有问题。 TH 我那里边写的不是 TH 吗？是 TH 啊。哎，这一样比较奇怪呢，这跟上下没关系啊。我等会儿我站一下啊，刚才加那个就不好使，对不对？关闭浏览器，我就得重新登录一下了。Admin， 这个真看不清。AAUG， 啊，这回好了，对不对？你看边框，刚才就是没怎么着，没加载上，对不对？啊，不是那个子姐做了，还不如刚才好看呢。多加几个，啊，添加。时间什么的都有，对不对？然后咱们再做一下修改，修改，现在就修改界面。修改的话，咱只需要怎么的，一个复制就行。他俩界面是差不多呀，他俩别用一个界面啊，这样的话你来回弄起来操作不方便，对不对？有好多就是为了添加修改都差不多的，然后把修改用成了是一个界面，听懂吗？那样的话你里边得加好多判断，不是不行啊。然后这里边只需要改几个地方，这块得改成什么？update， 然后添加这块就得变成修改，然后这块添加变成修改，然后最好在这块你看修改的时候看不太好就怎么办？来个删除，这样看的时候这个觉得不好直接删了，对不对？不然还得回到列表界面删，对不对？然后这里边删除的时候你最好再加一个什么隐藏表，修改的时候加一个隐藏表单，不是最好，是必须的，对不对？加个什么 ID， 然后window 值等于，然后修改界面在这里边，咱们这块是调用修改界面，对不对？就得来一个 this 里边的 display， 然后最好把商品找到 this 里边的 ASIG， 比如说分配一个 post 数据，然后从 P 里边 find 到了符下划线 get 里边存一个 ID， 是不是当前那个值先给它复过去啊？对不对？那这块点击这个过来，那我们就需要在列表页面修改这块加一个什么？加个链接吧。行，能看到这个吧？然后是不是本模块啊 ？URL 转向。MOD 是不是要这个界面？把 ID 传过去， ID 谁啊？ $DATA 中括号 LS 点 ID， 是不是就有这个了？然后一点这个到，是不是每个都交给控制器啊？控制器取出一条记录，是分配过去了。然后咱们在修改界面每一个里边这块分配过来是 POST 的，是个数组吧？ POST 的数组里边的 ID 是不是取出来，是不是整个数据包括这个 ID 啊？对吧？这块 $post.name 这块 $post.pice 这块 $post.num 这个呢，这先不写，一会儿再一起整理写啊。中间内容 $post.des 是不是都有这些了？先咱看一下，给关掉。好，编辑商品这个吧，比如说第二个修改，是不是这些内容？有修改、重置、修改商品，对不对？基本上你得调的就可以了吧。然后一点修改，它提交给到哪块去啊？是不是到这里边？到这里边，咱只需要，如果时间不需要修改就不用改吧。然后如果 $P 里边的 update 修改，然后因为咱们是修改全部的，对不对？这次里边。SUCCESS 修改成功，对吧？然后一个字段一秒钟到 index，
否则的话修改失败怎么了，这次里边 ELOR 这块加上修改失败，然后三秒钟到 MOD， 直接到 MOD 就行了吗？修改成功失败你这块最好PLDOCT 本模块里的修改，对不对？再返回这个，你再把这个 ID 再传过去，对不对？因为这个里边是不是要一个 ID 啊？但是修改这里边本身 ID 在哪呢？大招下划线 POST 里边，这里边有没有 ID？ 是不是隐藏表单过来的 ID？ 是不是失败的话还回去还能是这个 ID， 对不对？然后还是这个界面，是不是修改就可以了？但咱还有很多细节没加啊。那删除，删除的时候呢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单个删除的，一部分是多个删除的。你看啊，这是单个删除，这会儿选中是不是可以多个删除啊，对吧？那咱们这两个是不是都得做呀？而且删除的时候有一些附加资源跟商品有关，比如图片单独一个列表，删除这个商品的时候也要把商品对应的图片删除，对不对？这些细节一定要想到，不然一定要想得很细啊，不然的话那些图片就永远用不到了，对不对？一直在服务器占着资源嘛。所以在这个东西清除一个东西的话，它的相关东西一定要清除干净，清理干净，除非有别的东西用到那个你不能清，对不对？用不到的话就永远用不到了，那你就必须清掉。那删除比如说单个删除的，直接这样，那个列表呢 index 对吧，跟这个写法一样，只是后边加一个这块再加一个斜杠 A， 然后这块只不过变成谁了，对 DEL 了。但是删除最怕的是别人在这个页面里边误操作，比如他看东西的时候点修改一下点删除了，是不是就没了？所以只要删除的话咱们就得加一个防范措施，对不对？ on click 等于 return 返回 CNFIM， 这知道什么意思吧？你确定要删除商品商什么商品呢？比如删除商品这块加一个 $DAT 中括号LF， 这样他就知道删的确实是这个商品，对不对？对吧？那这样的话加一个防范措施就好了，是不是？这个你要取消是不是就没问题？确定的话是不是就会提交啊？但咱这里边怎么的还没写呢吧，这里边删除 $ID 等于 下划线 getID， 先那么写一下啊。然后如果 这块少写了一个，刚才忘把这粘过来了，这是不是也得有一个？然后如果 $P 里边的 DLETE， 这里边直接就可以 WHERE 条件，对不对？如果删除成功直接到 this 里边什么 REDIRECT， 直接转向这里边的 INDEXED， 对吧？否则的话如果删除失败的话 this 里边IEROR 写上删除失败，然后让它是三秒钟，也是转成这个，只不过有一个提示，对不对？成功不提示，直接过来就行了，可以了吧？你看一下啊，这里边数据本来就少，真舍不得删。比如说我删一下第三条，你看一下，删除取消什么也不做，对不对？确定，是不是第三条就没了？啊，那如果是再添加两个，不然多个删除不好做。33下边的 PRODOCT 这个吧，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 D33 下划线 PRODOCT 啊，直接是33下划线 PRODOCT， 对不对？插入这里边的 name 值 PRICE 的值 NUM 的值 PRIP time 的值还有 DESN 的值，然后
SERCT 选择 name 价钱数量 p time DESN from 从33下划线的 PRODUCT 这就够了，老师可以随便删了，对吧？比如这都随便删，这有的是数据。那这回咱们一看一下多删除全选繁衍全部选这个词会写吧，那我就不给再给你写了，我直接选中之后下边加一个删除按钮是不是就行了，对吧？然后这块加个 TR 斜杠 TR TD 斜杠 TD 就是全选繁选这块，这块是 COLSPN 等于一共是几列在上面七个，比如说全选繁选，但是你可以用那个那什么按钮，这个怎么特效，就是 GS 简单的东西，对不对？全部选，然后 input 我做一个按钮或者一张图片都行，对不对？ SUBMIT 提交目标值等于删除，然后这既然有表单了，上面其实这也是表单，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好在这块加一个谁啊 form 对吧，然后全选全部选这块也加一个斜杠 form， 然后这块同样的道理提交给哪儿啊，action 提交给$符下边的 URL 下边的也是 DL 对不对，但这里边咱们最好 onSUBMIT 提交的时候 return 返回也要写上这个，你确定要删除这些商品吗？对吧？这样的话，我们这块也会有一个界面提示的。加多了，这边有个提示，对吧？那现在单个提交、多个提交，是不是都提交哪儿啊？都是到这儿来的，所以这块咱们最好就判断一下，你知道，如果EMPTY 判断一下 ，EMPTY 判断谁啊 ？$符下划线 get 里边的 ID， 如果这个怎么的不存在，存在的话就这个，否则的话$符下划线 post 里边 ID 这个 ID 值是不是就多个？现在单个多个都可以删除了，确定要删除吗？再给我往下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了？对不对？把这些都不要删除，都删了吧？对吧？一个呢？假如第二是一个。这边没有了，单个多都可以啊。那比如说我在修改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这有删除按钮？那我能不能把它删除啊？这块，那这块该怎么做呀？这块你加一个，因为这块是一个按钮，对不对？加这就行了。然后是 window 的 roctl location 等于，直接转向哪儿啊？url $符 url 是本模块的。DL 对不对 ？ID 是谁啊 ？POST 下边的 ID 是不是也能直接删呢？比如说现在咱们看第一个吧，假如这个129对不对？修改，我现在在这块看这个东西，觉得这个没用对不对？直接删除，是不是129就没了？但是你这块最好也加一个什么？也加一个提示，如果谁啊？CNFIRM 这里边确定对吧，但是你可以那什么写的啊，比如127修改，是不是弹出这个取消就不删了吧，确定是不是就可以了，那现在为止是不是增删改查就写完了，你看如果就完成简单增删改查，控制器是不是很简洁，
对应的操作很明白吧？那实际真正的业务是不是都封装到里边了？不然的话，咱们这里边增量给他，你经常写的就是连接数据库，然后组合思考语句，然后做，对不对？现在把那些工作都简洁了，扩容器就是简单的一个流程，对吧？然后咱们的细节的优化，比如说我加分页，直接在这块打了括号 page 等于 new page 第一个，只要加个 p 里边的 total， 对不对？总数你可以从配置文件里读过来，对不对？在配置文件里边声明一个，比如说十个，可以吧？然后，你现在不需要后边那个转回来，对不对？一点点加，然后在这里边得加个谁啊？对 ，limit limit dollar pro 配置里边的 limit， 对吧？然后把这分配过去 ，dollar pro 这次里边的 ASI 金分配一个 f， 比如说 f page 等于 dollar page 里边的 f。当然你想选择哪部分不需要，是不是这里都可以啊？重新排序都可以啊。然后在主列表页面里边，对，然后这还是齐列，对不对？ li 金等于让它靠右，然后这里边只要加上 l page 前面是一个 dollar 变量。你看基本上你要是写的快的话，基本上能在一分钟之内就把这个分页是不加上。如果太长的话，这里边因为咱们那个界面会比这宽一点啊，直接加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除了这个选选白选，现在你想加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在这个模型上现在谁没有呢？图片上传是不是没有呢？对吧？那咱们再加上图片上传，因为图片上传已经提交到哪儿了，插入这块需要修改，这需要，对不对？咱们图片上传之前，咱们先来一个什么，先来一个验证吧。添加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验证呢？对不对？再把自动验证加上，不然的话总是添加成功，对不对？然后在只要在哪儿加呀？在 model 里边建一个什么文件？对， product.xml 是不是这个？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就说了这个该验证哪些，第一行问号 XML 问号尖括号，然后 VRSN 等于版本是 1.0， 然后ENCUD 是这么写吧， UTF-8， 嗯，然后外层叫什么标签都行，对不对？ Form Form 是这个吗？然后 input input name 等于，然后这个 msg 等于这个，然后斜线，现在就可以一个一个写了吧。比如说我先都验证一遍，不能为空，名字不能为空，然后类型等于 not 为空，然后商品名不能为空，然后价钱，不是非空的，对不对？然后 PICE 不能为空，数量不能为空，还有什么DSN 不能为空，还有别那么输入的时间什么的没有了，对不对？那个一会儿咱们图单独上传就设置嘛，商品名不能为空，对商品的价格不能为空，然后商品的数量不能为空，然后商品的介绍不能为空，然后没了。然后名字咱就名字咱们得限制它什么唯一吧，商品名用不用唯一？好像不用吧，要是用户的话用户名不能唯一，对不对？商品的话应该是可以唯一，对，可以重复，对不对？但咱先加上就算了，那个会自己加吧。然后这里边数量 AUM 商品的数量必须得数字格式，对不对？ AUMBR 商品数量必须数量必须为数字，对吧？然后价钱
价钱必须为货币格式，货币格式那个词叫西西瓜，我记得好像有个 Y 之类的，你看手册那里边我写的那什么，有可能你不能按正确单词，等下我写的单词来，这什么了 RENTY 对不对 E 这块儿，哦，好，差不多了，其他想加什么再加什么是不是就可以了。然后呢，试一下这回咱们添加的时候再添加商品，然后这会儿改了还得需要改什么呀，比如说添加成功失败你不能用失败了吧，这会儿直接谁啊 Dollar for P 里边的有个 get MSG 是不是得到这个消息啊，这会儿也是一个修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Dollar for P 里边的 get MSG 对吧，都是从这里边获取到的吗，现在看一下添加商品，我先添加是不是这些啊，然后呢几秒钟怎么着是不是又回来了，现在你就都不为空，价格数量就对咱格式输入了吧，这回怎么的现在添加成功吧，那编辑商品的话也是一样的，你看啊，比如说我这块修改第一个，假设我这块价格这块为空了，这不能为空对吧，哎，这得上面名不为空，那有那是啊，这块儿，对，价格这块儿不能，商品价格，对，价格格式不对，怎么提示都行啊，只要能提示明白就可以，对不对？嗯。这一个，那有的假如说我这个货币格式的时候修改的时候可以允许，那我这会写个 action 什么等于 add 对不对，添加的时候是不验证，修改的时候不验证啊，对吧，比如说在添加的时候我货币格式这块，你看货币格式商品价格这块写这个对不对，你看提示我什么，是不是商品价格就不对啊，但是现在修改的时候就不会了吧，你看修改这个，现在这块假如说不是价格格式这样的行不行，它就不会提示吧，听懂吗，因为我这块验证的时候分什么了，对，添加的时候验证，修改不验证对不对，当然对这个程序是没必要的对吧，我只是说这里边你可以去区分两个同时用一个的问题对不对，而且这个文件如果前台用到了录入产品的话，前台也可以用到这个应用，因为前台是不是可以共用到 model 啊，咱 mode 目录是多个应用都可以用到的，明白这点吗，嗯，好，现在就差一个文件上传了对不对，那看文件上传，现在文件上传都哪里有啊，插入的时候对不对，还有修改的时候，那这俩是不是得共用啊，那共用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在这里边建一个方法什么，比如说 up load load upload 是不是建一个这样功能的方法啊，对不对，但是在控制器里边，现在是不是在控制器里边，这个东西算是操作吗，不能把它单独提出算是一个操作的东西吧，对不对，因为它属于表单里边的，属于添加操作的范围内对不对，那这个就可以把它算成是业务，因为在这里边你写私有方法或者什么公用的方法的话，用户肯定把它当成一个操作来看，所以操作尽量不写在这里边，清楚吗，但是能说了 MVC 模式只是你一个参考，并不是说我不写我写在这里就是错，没有这个关系吧，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你看你怎么做，因为程序是自己做自己说了算嘛，是不是这样的，它不像考试题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对了错了对不对，这里边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写，你假如说你就不想把它写到 model 里边，我就放在这儿行不行，没什么不行的，对吧，你放到 model 里边你还得建个 model 文件里边写个方法然后在这里调用也是那回事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你就在这里直接写可以啊，对吧，但是说实话真的跟 I 要是按 MVC 那种标准化来说确实感觉有点不太合理对吧，但是没有那么多合理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分页
咱们这里边是不是直接都是输出 RTN 代码？那如果分页里边如果按标准 MVC 模式，里边能直接输出代码吗？不能吧。但是就因为直接输出，在这儿咱用分页是不是才方便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方便来，明白吗？那咱这块我就不建 model 了，在这写，你建 model 和在这写一样，只不过一个调用就行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看一下这块，那该怎么写啊？咱说就为了上传上，对不对？这块那个文件上传类是什么类的 ？up 等于 new 一个文件 up load up load 对不对？文件上传，然后这块如果 $for up 这块调用里边的 up load 文件上传，只要把咱的表单，那表单我记得 PIC name 吧，数据库是 PIC 对不对？咱表单我今天写的好像是 PIC name， 是不是这个？如果上传成功的话，这块否则就是上传失败，对不对？那上传成功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返回，因为你这个值需要在上面调用，听懂吗？你成功失败都是返回字符串，所以这里边判断的时候就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给它发挥一个状态，听懂吗？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这块你可以这样返回一个，假如说成功的话，你可以怎么办呢？返回一个 ally， 第一个比如说是一或者是 yes 之类的，对不对？你返回什么都行，或者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就是真值，行不行？第二个 up 里边有一个 get file name， 就是上传后的那个随机文件名，听懂吗？知道为什么不直接返回这个文件名吗？因为你不是在这里写的，对不对？这里写成功失败是不是直接就知道了？你这要返回去呢，所以这块因为多个值的话肯定得用数组嘛，是不是这个关系？只要失败返回假 $for up 里边 get errormsg 得到错误消息，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里边前面是不是有状态值啊？状态值是不是在第一个值啊？所以这里边你就可以知道，如果这个第三行文件上传就写完了，对吧？到了这次里边谁啊，把数据这个啊，假如是这个 up 就叫 up 吧，等于这次里边的 up load upload 拿过来，是得到的是这个数组，然后根据数组里边第一个状态 up 0，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话是上传成功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假的话是不是就上传失败啊？上传失败，那我就直接什么也不做了吧，对不对？直接让程序这一次里边的 ER 或者是 EROR 直接先提示它，对不对？上传失败，直接提示消息在哪呢？ UP 里边中括号一是不是那错误消息？就从那文件里边返回的错误消息，对不对？那如果成功的话怎么办呢？直接让这个$下划线Post 里边有一个谁啊？有一个 PIC， 我能是叫 PIC 还是 PIC name？ 数据库就叫 PIC， 对不对？那就 PIC up 里边解一，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样存两只有个状态，有这个值吗？你不然直接传过去的话，都是字符串，成功也是字符串，失败也是字符串，你没法得到是真是假，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你要直接在这里判断提示呢也不是不行，对不对？但后边咱有可能还用到吧，对吧？所以最好在这块里边拿过来判断一下成功失败。那这块有了，那个修改里边是不是也同样的？现在你看一下，我添加一下啊，添加商品，这块随便写个商品名、商品价格、商品数量，这块这得浏览一张商品图片了吧。假设找一个随便的一个图，这个地图行吗？添加，是不是添加成功了？那这个图片怎么能看到它上不上传了？先看一下数据表 SELECT 星 from 从33下划线 PROGUCT 应该是最后一条吧， ORDR O 的 by ID 记住太多了，是最后一盘吗？
看不到，这样吧。D E S C 道具对不对 ？Limit 二，斜杠大 G 倒过来。嗯。我看这图片有没有？帮我看一下啊，图片，图片默认这里边框架文，因为这个文件上传就框架提供的，对不对？默认就提供的上传的页面。哎，没有，没有错误，错误在哪儿呢？找一下错误啊。调用 upload， 这次里边 upload 是不是调用它呀？调用它 new upload 这个，然后我先这块先打印一下这个 up， 然后刚才是。我错了，我写的修改里边它能有吗？是不是？是不是应该写的？对，两刀写，那一会儿咱们再写，一个一个来，好吧？我说的嘛。行，添加商品，这位咱们来一下。添加成功。看一下，有了吧？是不是这个？然后再看那图片这块，是不是这个图片了？对吧？这不就上传成功了吗？是不是上传对咱们来说现在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很容易了？也是几条代码的事儿，是不是就搞定的？但这里边上传的时候，那有的时候这个路径我可不可以改呢？你完全可以改啊。你可以用相对于主入口的任意文件，在目录里边就可以传，清楚吗？还可以用 set 的方法设置，默认是那路径，比如说改当前目录下的 AAA 目录，对吧？那你看我再找，再上传一下，添加商品，没有目录，它先第一次的时候怎么的？自动创建啊，然后，假如说这块，蘑菇，对吧？你看这块这是没有了吧，当前入口下是不是 AA， 有没有这图片？所以路径东西可以改，那除了路径东西是可以改，还什么可以改呢？当然这路径咱不用在这改了，直接用默认的系统那个是不是就可以啊，对吧？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可以调你想调的所有东西， set 方法可以连贯操作，写多个 set， 听到吧？那假如说我现在先设置它的允许的大小吧，最大的尺寸大小，这是一 K， 这是一兆，对不对？对吧？然后允许的类型 LOW 允许的类型，类型有多个，那就是一个数组，靠后缀名 GF JPG PNG， 行吧？允许这三种，然后。你说哪？这前面区分多少钱啊？不区分，都设置了。然后在 set 你还想设置什么？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上传文件名是保留原名的，对不对？那你就不随机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看手册那里边有是否 ing name 吧，随机名，对不对？你变成假就怎么的，名称就上传什么名就是什么名了，听懂吧？不然的话你不加这条是什么，最好像这一样它随机，对不对？然后还可以直接缩放，咱们有的时候有缩成小图，缩成大图，对不对？但是只要上传的时候默认肯定得先缩一下，现在那数码相机那个分辨率多高啊，那样的图片上去之后你网站也没法用，对不对？所以肯定都得缩掉吧，所以咱们现在就 set 就直接缩放THUMB， 你记住这几个词，手册里都有啊。缩放后边来一个数组，缩放的宽度是，比如说是200，然后高度，假如网站就用最大的，它也200图片就可以，200，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缩放了？宽度200，高度200，知道吧？然后咱们试一下上传一个图片，能不能达到这个宽度200，高度200啊？添加商品，
商品名、商品价格、商品数量，这个浏览一个，找个比较大的一个图片。这个好像比较大吧，这个是12×768，对不对？点开成功，然后咱们得到 AA 这块肯定不行了，因为刚才咱们是不是把目录改过来了？你可以用 Site 里边有一个什么？其实这里边就关掉，这没用了吧？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也有一个 Pass 的，就这样 Site， 然后你这块有个 PATH， 听懂吧？可以任意指定路径，和构造方法是一样的，都可以怎么的指定路径啊？然后再看一下是不是缩放成功了。默认传到 public 下边的 upload 下边，没有大的吧？不是这个，是不是缩放成200×150，等比例缩放的？它不是200×200是等比例的啊？不，你两个都让它最大不超过那个值，这是这意思。然后里边真正的大小会等比例的，比如说宽度再宽它不会超这个，高度再高不会高这个，对不对？是这个原因啊。然后你还可以怎么的，还可以直接加水印。然后加水印的话，你看一下，咱们得先有一个图啊，有一个水印图，也就图片在哪块这个图就在哪块。水印图比如说这个吧，叫 bbs.gif， 对不对？然后这里边使用是水印 water 水 mark 水印吧，水印的图片，我现在有点记不清这几个值了啊。水印的图片 water 图片，直接写目录必须得在一起啊。当然你要想改这个目录在什么地方的话，你就得怎么着，自己想想办法了，对吧？调一下水印图片，然后加的位置，它一共有10个位置嘛。那零是随机，然后12345678910这几个位置，对不对？那你看什么 POSI 这块啊，位置 POSITIN 位置，咱们就是比如说5，就让它中部居中，这个大一点吧，400，对吧？然后这样展示就可以了吧？该给的是不是都给了？水印图片和水印的位置是不是就行了？然后咱们上传一个。添加过来，价格、数量，再浏览一个，比如说这个人，添加，对吧？咱现在添加的时候就得这个吧，中间是不是有个水印，对吧？也就是咱们缩放水印是不是就用自己的代码就行了？那如果你现在不想对它怎么的？再开始后期想缩放的话，咱们还有一个谁呀、还有个 image 那个类，听懂吗？直接调用这个创建一个，比如说 img 等于 new img 这个类，对吧？里边也是传路径的，你要不传的话直接调 img 里边，有这两个方法，一个 thumb 缩放的和一个谁呀、watermark 水印的，对吧？这里边参数是宽度、高度，这是什么图片？比如说上传后的图片名拿过来，对不对？什么图片？宽度、高度和什么？和前缀，这个呢也是，什么图片？水印图片、位置和前缀，听懂吗？四个参数，这手册里都有啊。用这个小类应该很容易了，就像用两个方法似的。那假如说我现在这都是覆盖的形式，你没发现我上传之后就剩这一个既缩放又加水印的图片了吗？你可以任意去改，比如说。我这里边加一个，谁能告诉我前缀那个词怎么写 ？pre， 对吗？前缀，比如说缩放的我单独一张图片，那就加 th 前缀，对不对？水印的，假如说就看你的网站的需要了啊 ，prefx， 假如说我再加一个前缀 w 下划线，对不对？但是数据库保存的时候，你记得只保存一个，这样的话我想要水印图片怎么办？我这拿出这个图片之后，直接加前面加前缀，是不是就水印了？不要说数据库我保存三份，明白这意思吗？保存一个加上前缀，是要这个的话加这个前缀，要这个加这个，只要你记住这个前缀是不是就行了？你通常也可以把它写到配置文件里去吧。
那现在你看一下，我加上这两前缀了，我现在再上传一张图片的话，就会生成三张，因为有三个文件名，对不对？你看啊，添加商品，浏览，找个哪个图片呢？地图。好，你看一下，这块是不是两这个？这个是那个地图，对不对？上传的那个缩放后的，然后这个缩放的，这个原图，对不对？是不是三张啊？缩放的、原图、缩放的加水印的，对吧？三张，这用哪个是都行啊？没发现咱那个上传类功能很强大吗？假如说你用其他的框架或者其他那什么里边，你就可以把那张地图的文件你上传一下试试下，它肯定背景是黑色的。因为好多类里边没像咱们这个，它没处理，其他像 PNG 和 JPEG 背景是透明的都没问题，只有 GIF 如果背景是透明的，怎么的？对，是黑色的。咱们这个把它解决了，所以这个什么文件透明都可以，所以上传是文件名什么格式的，输出还是什么格式的，对吧？有好多都是上传是这个格式的，出来都是 JPEG 的，咱这里边都去处理了啊。下课铃响了，休息一下。